借淫断欲圣典汇编，海涛法师选集，杂阿含经节录，别译杂阿含第二四四经，中阿含普利多经节录，长阿含游行经节录，增益阿含经节录，善生子经节录，生经分为比丘经第二，传集百元经节录，咸鱼经节录，杂宝藏经节录，大庄严论经节录，法句譬喻经节录，道恒般若经节录，修行道地经节录，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节录，无量寿经节录，大宝积经菩萨藏会节录，大宝积经菩萨见识会节录，大宝积经优陀阎王会节录，大宝积经大乘方便会节录，大宝积经文殊师利普门会节录，华严经节录，优田王经节录，摩瞪女经节录，月上女经节录，菩萨诃瑟喻法经节录，佛说法受成经，解忧经节录，五无反复经节录，佛明经节录，观佛三昧海经节录，正法念处经节录，法灭尽经节录，密严经节录，八师经节录，海龙王经节录，大萨遮尼干子经节录，优婆塞戒经节录，大般涅盘经节录，般尼环经节录，七佛灭罪经节录，戒德香经节录，楞严经节录，禅要经节录，四十二章经节录，罪福报应经节录，大乘造像功德经节录，分别善恶报应经节录，受持善戒经节录，月灯三昧经节录，宝云经节录，出药经节录，孝子经节录，大乘日子王所问经节录，梵网经节录，大威德陀罗尼经节录，圆觉经节录，法句经节录，附录一论书法语，附录二大德语录，附录三警示诸基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称，开经偈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的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杂阿含经节录，欲能复世间，调伏欲解脱，断除爱欲者，说明的涅槃。佛告具落主，若众生所有苦身，彼一切皆以爱欲为本，欲生、欲极、欲因、欲缘而生苦。若有四爱念无常变异者，则四忧苦生；若三二若一爱念无常变异者，则一忧苦生。具落主，若都无爱念者，则无忧苦尘劳。即说即言，若无世间爱念者，则无忧苦尘劳患。
一切忧苦消灭尽，犹如莲华不着水。众生随爱想，以爱想为住，以不知爱故，则为死方便。若知所爱者，不与彼生爱，彼此无所有，他人莫能说。爱未往，未交，未全，未偶根，能为众生障，未盖，未交，未守卫，未复，未闭，未塞，未暗明，未苟长，未乱草，未续。从此世至他世，从他世至此世，住来留时，无不转时。别译杂阿含第二四四经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指述给孤独园。时有一天，光色倍长，于其夜中来一佛所，微光普照，便于指环，赫然大明，却坐一面而说偈言：众生谁所生？云何常持求？于生死轮转，何者为不畏？尔时世尊以偈答曰：众生从爱生，心一持不停。众生处生死，苦为大不畏。尔时天父以偈赞言：往昔已曾见婆罗门涅槃，贤不久弃舍，能度世间爱。尔时此天说此偈已，欢喜而去。中阿含补利多经节录：多闻圣弟子云何依离邪淫，断邪淫。多闻圣弟子作是思维，邪淫者必受恶报，现世及后世，若我邪淫者，便当自害，亦勿谤他。天及诸智犯行者，道说我戒，诸方悉当闻我恶名。身坏命中，必至恶处，身地狱中。如是邪淫者受此恶报，现世及后世，我今宁可依离邪淫，断邪淫耶？便依离邪淫，断邪淫。常阿含游行经节录：阿难白佛言，佛灭度后，诸女人被未受慧者，当如之何？佛言：莫与相见。阿难又白，设相见时，当如之何？佛言：莫与共语。阿难又白，设与语者，当如之何？佛言：当自检心。增益阿含经节录：您以火烧铁锥而烙于眼，不以视色心起乱想。是时阿难白世尊曰：当云何与女人从事？然今比丘到时，者依持钵，家家乞食，福度众生。佛告阿难：莫与相见。设与相见，莫与共语。设共语者，当专心意。尔时世尊便说此偈：莫与女交通，亦莫共言语。有能远离者，则离于八难。夫谓女人有九恶法，云何为九？一者，女人臭秽不净；二者，女人恶口；三者，女人无反复；四者，女人嫉妒；五者，女人迁疾；六者，女人多喜游行；七者，女人多甜秽；八者，女人多妄语；九者，女人所言轻举。是诸比丘，女人有此九法避恶之行，女人有武力侵犯夫主，云何为武？一者色力，二者亲族之力，三者田业之力，四者而力，五者自守力。是谓女人有此武力。
比丘当之。女人依此武力矣，便侵犯夫主。设妇夫以一力，敬妇必比女人。云何谓一力？所谓富贵力也。夫人以贵，色力不如，亲族田业而自守，竟不如也。皆由一力，甚而许力也。女人有五欲想，云何为五？一者，生豪贵之家；二者，嫁世富贵之家；三者，使我夫主言从与用；四者，多有儿媳；五者，在家独得有己。是谓女人有此五事可欲之想。善生子经节录，淫邪有六便当之，何谓六？不自护身，不护妻子，不护家属，以遗身恶，怨家的便，众苦所为。以有私恶，则废事业，未至之财不获，既获者消，宿处耗尽。身经分为比丘经第二。闻如是，一时佛有舍卫指数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。有一比丘普复分位，一一次第入淫荡家舍。于是淫女见比丘入至其家舍，欢喜踊跃，即从坐起，寻而奉迎稽首足下，请入就坐。又问比丘人从何来，比丘答曰：无主分位，故来乞讨。于是女人即为施设摇转众位，甚之满钵，而奉上之。比丘即受，自退而去。彼时比丘的是美食，甘美丰足，心中欢喜，不能自胜，数数往请淫荡女舍。使女心念计，此比丘手法难及，凭为心设干脆肥美之食，而受与之，助反不习。学问未明，所作不办，未服诸根。见淫荡女颜色妙好，淫意未动，志在放逸。这淫荡女口出软柔恩情之词，怀亲负心，语语周旋，比家日日不懈分位。比丘睹其好色，听闻音声，淫意未乱，迷惑愧错，不能自觉。而佛经曰：目见好色，淫意未动。又世尊曰：虽睹女人，长者如母，中者如姐，少者如妹，如子如女。当内观身，念皆恶路无可爱者，外如画屏，中恨不尽。观此四大的水火风因缘合成，本无所有。时彼比丘不晓空观，但作色事，淫意则乱，为淫女人而说颂曰：淑女年幼童自尽，颜貌端正淑妙好，一一观容无等伦，无意志愿共合同。时淫荡女见此比丘所说如是，无本不知凶恶贪淫，反以清净奉戒一呆，未知人嫌，喜犯罪性，随其来言，当折答之。即时以祭而报颂曰：当时饮食来，香华好衣服，若干种供养，尔乃新人具。于是比丘以祭答女颂曰：吾无有才业，观我行举动，以乞讨而立，所得者相与。于是淫女以祭颂曰：假使亲身无才业，何谓立志求难志？如亲所作无修残，迟走促出离我家。时逐出比丘，追至指树门，
诸比丘即来一佛，其白世尊，据说本末。佛言：此比丘宿命曾作水边，淫女曾作猕猴，故意相好，至不得果，孩自亲戚，不入正教，增益恼患。于今如是，至愿淫女，愿不从心，逆见者辱，惭愧而去。佛言：乃住过去无数世时，大江水中，鳖所居游，其江水边树木炽盛，彼从树间有一猕猴，只顿彼树。于是彼鳖从江水出，遥见树木有此猕猴，而与谈语，稍稍前行，欲亲近之，树树助返，相见有日，日日如是，睹之不懈，则起淫意，心会迷惑，污染会浊，不能自觉，则时以祭而叹，诵曰：颜貌赤黄眼而青，犹从树间隙之隔。吾今欲问毛华则，欲何至求何所存？猕猴以祭答曰：吾今惧之鳖本末，为国王子有聪明。今卿何故而问我？我用此言怀狐疑。于是鳖复以祭答曰：吾心常存志在亲，心怀恩爱思想念。以是之故而相问，当以何法而得会？猕猴以祭报诵曰：鳖当知之我处树，不应与君共和会。假使欲得与我俱，再从树间相供养。于是鳖复以祭答曰：吾所服食以肉薄，柔软甘美胜果糯。不当贪求不可获，当为汝至重耐果。尔时猕猴以祭报曰：假使亲身不处树，何谓求我不可至？如今观我无修残，且自持走不忍见。佛告诸比丘：尔时猕猴今淫荡女人事，鳖者分为比丘事。彼时放逸而慕求之，不得如愿，今亦如是。佛说如是，莫不欢喜。传集百元经结录：因爱则生忧，因爱便有畏。能离恩爱者，永断无不畏。咸鱼经结录：夫淫欲者，譬如圣火烧于山泽，蔓延滋甚，所伤弥广。人作淫欲，更相贼害，日月滋长，至堕三途，无有出奇。夫乐家者，贪于和会恩爱，荣乐因缘，生老病死离别，现观之恼，转相孤恋，伤坏心肝，绝而复苏。家变生故，心意缠缚，甚于牢狱。杂宝藏经结录：淫欲之事，乐少不多，犹如逆风而直斥巨，愚者不放，必见烧害。欲未不尽，如被使具。欲现外形，薄皮所覆。欲无反复，如使徒毒蛇。欲如怨贼，诈亲妇人。欲如假借，必当还归。欲未可悟，如侧升华。欲如借窗而向于火，爬之转聚。欲如狗啮枯骨，衔唾共和。味味有味，唇齿破尽，不知厌足。欲如渴人饮于咸水，余增其渴。欲如断肉，众鸟尽逐。欲如鱼兽，贪味至死，其患甚大。大庄严论经结录：
色富于凡夫，五阴息机器，身能富于物，此富亦复然。今生至后世，未始不系富，轮回积富中，数数受生死。佛说聚会者，必当有离别。一切有为法，悉皆是无常。无常火炽燃，烧灭于三有。爱我者极多，我爱亦不少。我今皆能舍，如此爱者等。生死黑暗处，轮回险阻中。亲亲更相恋，恶见于乖离。无常无悲悯，破坏使别离。恩爱无别离，不应求解脱。辗转相亲爱，相恋转善后。毕竟必别离，已是因缘故。智者求解脱，都魔所依恋。复次，譬如幻师，以此因身作种种戏，能令智者见及解悟。我昔曾闻，有一幻师有性乐心，至昼暗山为僧舍食，供养以器，幻师陀罗木作一女人，端正奇特于大众前，抱捉此女，而乌煞之共未遇事。时诸比丘见此事已，显皆嫌愤，而作誓言：此无残人，所为比谢，知其如是，不受其功。时彼幻师既行欲已，闻诸比丘讥喝，嫌则即便以刀斫刺侍女，分解肢节，挑目截鼻，种种苦毒而杀此女。诸比丘等又见此事被负嫌愤，我等若当知汝如是，宁饮毒药不受其功。时彼幻师而作誓言，尔众比丘见我行欲，便至田愤，见我断欲杀彼女人，复至贤则。我当云何奉事众僧？时诸比丘见其如是，纷纭称说，扰动不安。尔时幻师即捉师陀罗木，用示众僧，合掌白言：我向所作，即是此木。于彼目中有何欲杀？我欲安于众僧身故，设事饮食，欲令众僧心得安故，为此患耳。愿诸比丘听我所说，岂可不闻？佛于修多罗中说一切法，犹如幻化。我今未欲成彼语故，故作思幻。如思幻身，无寿无命。时之幻师运转机关，令其视眩俯仰，故免行不禁止，或语或笑。以此事故，深知此身真实无我。即说即言，先观彼相貌，想象起道惑，恒生与情起，入于欲网卷。身时观察者，知身都无我。如彼善幻师，以目为女人，一行于颠倒，于位为众生。于此幻伪中，妄起男女相。智者善观察，因借及诸入，缘假成众生，纷纷个别异。和合众分故，能作于诸业。诸行无男女，亦无有受命。色欲及细滑，微一病处所。如此四种欲，回转因于心。一切智一说，幻伪七世间。如彼幻网中，化作诸色相。生死网亦然，现五道差别。忧喜与甜会，愁恼及斗争。如彼众扰乱，犹如鬼变身。心起诸作业，
同比鬼无异。从心起于风，因风造作业，众生见造业种种诸色相，于此业行中，岂归于形色？不解其容止，便痕迹我相。此生明机关，知髓皮肉法，三十六物等，和何以为身？愚者即众生，而实无载主，但以风力故，俯仰而屈身，以依于心故，则能起五十。然此心识者，念念皆牵也。愚者起痴觉，即此身有我。口业若干种，身业亦复然。言笑即威仪，皆如幻所作。此中无有我，用离载逐故。而思虚伪法，无受无知见。妄起于想象，现没诸凡夫。如彼幻师所说之事，真实无异。时诸比丘闻其说已，皆得见地。是故当知，诸法如幻，能知是者，则便能断诸行之缘。法具譬喻经结录，见色心迷惑，不为观无常，予以为美善，安知其非真？以淫乐自果，譬如残作茧，智者能断气，不免除众苦。心念放逸者，见淫以为净，恩爱亦甚增，从事造牢狱。觉意灭淫者，常念欲不尽，从事出邪欲，能断老死患。昼夜念是欲，一走不念休，见女欲屋漏，想灭则无忧。女人之好，但有之本，分熏众花沐浴涂香，者众杂色衣堂。以覆屋漏，强熏以香，欲以人观，譬如隔囊甚使，有何可贪？腰骨女人有八十四态，大态有八，为人所恶，何谓为八？一者嫉妒，二者妄甜，三者骂戾，四者咒诅，五者正厌，六者悭贪，七者好事，八者含毒。是谓八大态。道很般若经结录，在家者与妇人相见，心不乐喜，常怀恐怖。与妇人交接，念之恶露，臭畜不净洁，非我法也，尽我受命，不复与相近，当脱是恶露中去。譬若有人行大荒泽中，为盗贼，心念言：我当何时脱处是恶道中去？当弃远是淫亦畏惧，如行大荒泽中，亦不说其人恶。修行道地经结录，道基自念：我身不宜习于淫欲，如于凡夫说情欲会，乐于无欲，灭尽炽然，习恶路观，昼夜不舍。习如是者，淫怒痴险的往来道，亦反还是情断苦缘，以得往还，于诸爱欲无起，清净淫怒痴薄，心尚未断，故有恼患。譬如男子有妇，端正面貌无瑕，以诸璎珞庄严其身，夫甚爱敬。虽有饰色，淫鬼非人也，为人血肉以为饮食。有人与夫亲赴罗刹，血肉未食，夫不信，人数数化之，夫心遂疑，亦欲视之。夜阳卧出，喧声如眠，复谓之妹，妾起出城，亦于冢间。夫寻竹后，见妇脱衣及珠宝饰，却着一面，面色变恶，口出长牙，
头上焰烧，眼赤如火，甚未可畏，前进死人，手搏其肉，口啮食之。夫见如是，尔乃知之非人是鬼，便骸其家，卧于床上。复即寻骸，来去夫床，复卧如故。其夫见妇庄严璎珞，面色端正，耳乃清净。假使念之，在于种煎蛋死人肉，心即会厌，又怀恐怖，得往还道。若见外形端正舒好，淫意未动，设说恶路，侠会不尽，淫意未灭。大臣礼去六波罗蜜多经结录。菩萨应当先观色欲犹如水月，水动月动，心生法生，贪欲之心亦复如是，念念不住，速起速灭。复观色欲犹如蟒蛇，在旷野中舔毒发食，头如鹰盖，行人热逼，头此盖下，为毒所触，因致命中。贪欲之人亦复如是，行于生死旷野气中，望见欲尽，生染着心，欲想才其丧失禅定，是耶名为贪欲障盖。复次，观于欲性，如地狱火烧至有情，如水瀑流，飘没一切，无有慈悲。犹如罗刹损害有情，亦如狱卒损人手足。犹如利刀，复如葵块，断众生命，又如逞毒，犯毙命中。如坠高山，受大苦恼，如夜黑暗，魔所之见。如白癞病，不可疗治，又如大海，难使前结。贪欲深广，过于巨海，五欲粗重，如妙高山。如紧波果，端正可观，若人直之，触便丧命。如涂阳柱，悬者必亡，如热金冠，待之烧死。犹如过去撰文圣王，是提桓因，四天王等，及诸力士那罗延天，一切有情，皆因贪欲心兵相伐，所积生骨，如皮覆罗山。过去既然，现在未来亦复如是。复次，世间之人与己亲属、父母、兄弟及相连爱，乃至生命魔所令习，为贪欲故，更相增疾，起毒恶心，互相杀害。贪色之人有二苦因，一者富贵为贪色欲，受诸卑贱种种亲戚；二者为贪欲利，挑智慧眼，魔所分别，犹如盲人。为此因缘，死堕地狱，受无量苦。复次，贪欲之人心无厌足，如火天心，亦如国王贪于土境，亦如商主贪其财力，如求慧解贪于听闻，如诸菩萨乐度众生，如是等人各于己事，皆无厌足。贪欲之人亦复如是，无有厌足，求于欲尽忧苦艰难，得以守护，缠缚倍增，死堕地狱，受大巨苦。求禁欲者，常于如是，色欲怨家，不应想念，况清净之，以是名为贪欲重盖。无量寿经结录。富有众生，虽种善根，供养三宝，做大福田，取香分别，情执深重，求出轮回，终不能得。大宝积经菩萨藏会结录。您当依附千余善量大热铁床，是床极热，变热猛焰动然，于彼父母所给妻妾诸女色欲，
乃至不以染爱之心远观其香，何况亲腹抱持之者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当知妇人是众苦本，是障碍本，是杀害本，是系缚本，是忧愁本，是怨对本，是身亡本。当知妇人业盛慧眼，当知妇人是热铁花，散布于的阻倒其上。当知妇人于诸邪性，流不增长。舍利子，何因缘故名为妇人？所言妇者，名加重担，何以故？能使众生富于重担。我观一切千世界中众生大愿，无过妻妾女色珠玉，何以故？彼无智者，位于男女妻妾珠女色等所缠缚故，于诸善法多生障碍。若有众生为着男女妻妾珠女色欲，当知即是为着立石之薄，即是为着立刀之刃，即是为着大热铁丸，即是为着坐热铁床，即是为着热铁机灯。取要言之，若有摄受妻妾男女诸女色欲，当知即是摄受一切众苦忧愁悲恼之具。当知丈夫亲近女人之时，即是亲近恶道之法，此是丈夫第一过。大宝积金菩萨见时会结露，常行于淫欲，未曾满足时，如渴饮咸水，终不能除渴；如众流归海，终无有满足。爱欲亦如是，终无有满足。如火焚草木，无有厌足时。爱欲亦如是，终无有满足。大宝积金优陀阎王会结露，于己父母弃备恩养，于他女人尊重尘世，种种恭己，无疲厌心，即是成就地狱之本。单欲昏醉人，彼时无安乐，亲近恶法故，不明善丈夫。若人自纵意，无有境界者，随心之所为，失坏于福利。彼无智慧人，行于畜生法，持去于女色，有诸乐分会。愚者不能观欲染之过患，妄生因重想，犹若盲明人。为色所系缚，增长于欲爱，犹如于野干，不离失种间。于身香味处，而生爱者心，轮转生死中，如猕猴戏柱。无名缠缚故，为欲所迷乱，如是求利人，狡诈来侵缚。于人清净欲，是入魔境界，犹若一途家，单是于粪秽。亦如宝雨，能损于架色，摇失常净火，多为所焚烧。诸位见地者，为欲失白发，如风吹为糠，其意亦如是。假如善丈夫为杀者所执，宁受私逼害，不应亲女人。若乐观女色，贪求转复多，取向之凡夫，增长于欲爱。如于炎夏时，游行旷野中，可逼饮咸水，饮亦可弥增。未见真实者，于痴喜自活，清净于女人，贪欲爱兼顾。若人畜毒虫，便为毒所害，如是诸凡夫犯欲亦如是。譬如彩画瓶，内渗以恶毒，是中食可畏，外香现端严。言是于女人，为彼味殊妙，是中甚会恶，如气满皮囊。又如以增彩
禅理于利刀，庄严比女人，其意亦如是。如火满身坑，无烟能烧害，女人亦如是，报恶无哀悯。如死狗死蛇，会恶而坏烂，亦如烧粪秽，人皆厌恶之。死蛇粪狗等，虽甚可厌恶，如是诸女人，可厌复过彼。譬如节坏时，大地皆火起，丛林诸草木，一切悉悄然。大生者所居，海水尽干竭，须弥等宝山，世界便烧坏。如是节烧时，焚燎于山海，无有诸众生能为救护者。因子女欲故，烧害诸渔夫，犹如劫火燃，一切皆烧尽。不尽长留住，嫌涕浓血深，奈何彼渔夫于此而担者？骸骨相之助，皮肉以附之，臭秽甚可恶，如气残素食。亦如仓廪门，糠丘盆狼藉，此身诸秽恶，充满亦复然。胃脾必肝胆，及肠肺粪秽，并髓脑脓血，八万户诸虫。在中长煞时，盲民诸渔夫，吃网自缠缚，于是不能了。杂食所余秽，久恐长留住，如是过患身，犹先不尽也。渔夫与女人，气恋彼身色，由思身染者，曾不如食之。如淫贱于土，而深爱者心，渔夫贪女人，境界亦如是。颠仆于女色，恒自慧其身，如何比渔夫于此乐有止？如鸟为求食，不知必网罗，贪爱于女人，被害亦如是。譬如水中鱼，游泳往者前，便为他所执，岂非自损伤？女若捕鱼人，产黄犹如网，男子同于鱼，被网亦如是。杀者之利刀，虽复甚可畏，女人刀可畏，伤害复过彼。如额头灯具，及火烧屋时，虫等被焚烧，无依无救者。迷醉于女人，贪火所烧害，由思堕恶趣，无依护亦然。邪行诸渔夫，爱恋他妻室，妄生心悦想，犹如渔家鸡。亦如旷野鸡，妄由杀害所，损伤因自身，而无救济者。舍离于佛法，清净彼女人，由事业因缘，坠堕于恶道。又如诸猕猴，跳直岩树间，必致自损伤，岂不由于祸？如是丹欲者，于彼诸女人，为痴妄所罗，数受生死苦。如是之罪人，处以坚吊苦，丹醉淫欲者，当悬见树林。譬如以猛火烧燃彼货汤，投之以麻脉，随背而飘眉。如是丹欲人，不食于善路，死当堕恶道，兼煮货汤中。货汤之大树，六十四俱之，诸造恶之人，以彼为居处。如是一一货，量各一由循，猛火便烧燃，抵及四周际。或有满百年，或二三四百，受煎煮之苦，皆由自业味。欲足以立钩，食复举令出，皮肉皆烂堕，其骨白如稞。于是诸狱卒，复将至铁槽，以干而导之，无能救护者。尔时诸骨髓，尽碎末未成，由夜风所吹，死以复还活。若有亲逼他，妻妾童女等，当远铁刺树，
并受府除殃。有三股铁叉或四股旗者，侵扰他妻室，当受此刑制。复有铁嘴乌，身着于髓脑、野干等诸兽，近来食啖之。如是邪欲人，当堕使粪欲，即走于锋刃，亦复上刀山。如是邪欲人，颠坠炎热欲，即被烧害矣，复去于寒冰。如是邪欲人，亦堕及炎热，则叫及大叫，并住黑神中。如是邪欲人，当眉涎热河，复经历唐威，未至彼便死。地狱有吉离，五角及仙力，彼为狗所逼，盲步走其中。爱恋于女人，堕放大步处，或吞于铁丸，或饮阳同之。有二热铁山，彼此来相合，其食丹玉者，于中受苦殃。受思苦楚时，都无救护者，的如是罪报，皆由自业缘。其同欢爱者，今于何所在？我独受其殃，而不来相救。由于先世中，自作如是业，假令父母等，无能相救者。由于先世中，自作如是业，假令男女等，无能相救者。由于先世中，自作如是业，假令兄弟等，无能相救者。由于先世中，自作如是业，假令姐妹等，无能相救者。由于先世中，自作如是业，假令朋友等，无能相救者。渔夫为邪欲，贪求于女人，无见地狱中，受如是诸苦。说此不清净，会恶之女人，渔夫所游行，智者皆远离。清净彼女人，最为及下列，是恶中之恶，何足畏心乐？单者诸凡夫，常抱于粪囊，由此业因缘，当受无量苦。渔夫为女人，受种种刑罚，求戏及捶打，而无厌离心。渔夫为女人，被种种烧害，能忍受思苦，而无厌离心。或置在监镖，或杀，或审水，或直放大坑，被受诸苦毒。虽见如是苦，由于淫欲中，称赞于女人，曾不生厌离。或有少智人，知为众苦本，见已还清净，如胡椒见火。闻佛之所说，虽复身性受，仍多处女人，其众如群羊。或闻诸佛教，才心厌毁心，须臾贪复身，如恶毒还发。犹如被不诛，暂止须臾顷，若见于粪秽，贪爱还复身。渔夫闻法已，暂耳心惊怖，后见诸欲色，贪爱还复身。犹如有丈夫，从其自身手，弃置金花蛮，翻带于热铁。渔夫单欲故，弃舍诸佛教，贪求下列法，造作诸罪业。迷醉诸欲者，堕阎罗界中，常吞热铁丸，复饮阳同之。迷醉于欲者，被善而行非，舍离于清净，永去阎罗界。若有智慧人，闻我说是法，应舍一切欲，速求于出离。大宝积经大乘方便会结录。如来不赞叹凡夫所行欲，离欲即贪爱，即成天人师。大宝积经文殊师利普门会结录。四大假谓语，其中无所有。
凡夫迷惑心，只取以为实。女人如幻化，愚者不能了。望见女相目，身已染着心。譬如幻化女，而非实女人。无智者迷惑，便生于欲想。如是了之矣，一切女无相。此相皆寂静，是名女三昧。自谓是男子，见彼谓女人。由思分别心，而生于欲想。欲心本无有，心相不可得。由妄分别故，余生岂难想。是中实无难，我说如阳焰。知难相寂静，是名难三昧。华严经结录。邪淫之罪，亦令众生堕三恶道。若生人中的两种果报，一者七不真良，二者不得随意眷属。幽田王经结录。王曰：愿佛具为无事地狱之变及女之慧。佛言：具听。男子有事之恶，却睹女妖。王曰：善愿受名教。佛言：具听。男子有四恶及所当之。是有淫夫，很想睹女，思闻妖声，远舍正法，疑真信邪，淫妄所没在盲民，为欲所使，如奴为主。贪乐女色，不觉九孔恶露之臭秽混沌欲中，如猪畜混，不觉其嗅，快以为安，不计后当在无责之欲，受痛无极。助心在淫，但其涕唾，万其脓血，蒸之如玉，干之如蜜，故曰欲泰之事。此为淫恶泰也。又清之养子，怀妊生育，为的长大，勤苦难论。到子成人，俱家劫财，悉行走步，因没表情，至彼未妻，若在异域，寻而追之，不问远近，不必勤苦。注意在淫，捐望亲老，既得未妻，贵之如宾，欲思乡娱乐，恶见父母，信其妖言，或至斗讼，不为身所从身，孤亲无量之恩。斯为二恶态也。又人处事勤苦疲劳，功自致财，本自诚信尽道之意，尊待沙门，犯智之心，绝世非常，不失未服。娶妻之后，情或淫欲，余必自拥，被真相邪，专有女色。若有不失之意，虽欲发言，相呼女色，绝清净行，更成小人，不识佛经之戒，或福之规。苟为淫色，投身罗网，必堕恶道，终而不改。斯为三恶态也。又为人子，不为养恩，至身至财，不以养亲，但以东西广求淫禄。怀持宝物招人妇女，或杀六畜淫四鬼神，淫酒歌舞，和会之后，至求方便，更相招呼以遂奸情，及其或偶，岂无以欲淫劫妇者，魔所缚食。当尔之时，为此为乐，不觉恶露之臭秽，地狱之苦痛，一则可笑，二则可畏。譬如狂犬，不知其悲。所谓四恶态也。佛言：男子有事四恶，用堕三途，当审远此，能免苦耳。摩瞪女经结录。佛言：汝爱阿难何等？女言：我爱阿难眼，爱阿难鼻，爱阿难口，爱阿难耳，爱阿难身，爱阿难行步。
佛言：眼中但有泪，鼻中但有涕，口中但有唾，耳中但有垢，身中但有石尿，臭处不净。其有夫妇者，便有恶露，恶露中便有子，以有子则有死亡，以有死亡便哭泣。于此身有何所益？月上女经结露：汝等其或作我父，我或与汝席为母，互作父母及兄弟，云何于此身欲心？我或往其杀汝等，汝等或复杀我来，各作怨仇互相杀，云何于此身欲想？菩萨喝色欲法经结露：女色者，世间之枷锁，凡夫恋者不能自拔。女色者，世间之重患，凡夫困之，至死不免。女色者，世间之衰祸，凡夫遭之，无恶不生。行者既得舍之，若复顾念，是谓从欲得出，还复思入。从狂的正而复乐之，从病的差复思得病。智者敏之，如其狂而颠绝，死无日矣。凡夫重色，甘味之苦，终身持咒，味之辛苦。虽腹腐直寸窄，风低交至，甘心受之不以为患。狂人乐狂，不是过也。行者若能弃之不愿，是则破枷脱锁，恶狂厌病离于衰祸，既安且吉，得出牢狱，永无患难。女人之香，其言如蜜，而其心如毒。譬如庭渊沉静，而蛟龙居之；金山宝窟，而狮子处之。当知此害不可尽。世家不和，妇人之尤；毁宗败族，妇人之罪。时是因贼灭人惠民，亦是列为先得出者。譬如高罗，群鸟落之不能奋飞，又如密网，众鱼投之，枯肠阻击；亦如暗坑，无木投之，如蛾复火。是以智者之而远之，不受其害，恶而畏之，不为此物之所惑也。佛说法受沉经。闻如是，一时佛由于舍卫国指数给孤独园。佛告诸比丘，比丘受教，从佛而听。佛言：比丘，凡人为一法受沉自污，迷惑忧愁，没无端计，无见其不得无上吉祥之道。如丈夫欲见女子色，是以好色之事，未染、未醉、未贪、未污、未惑、未辄、未住、未受，从淫女言故，常久驱走住来，未受情苦耳。常欲闻淫女之声，鼻欲闻其香，舌欲得其味，身欲更具细滑，是以长久驱走住来受苦。是故不当为女色、身、香、味、细滑所染惑也，当觉之事。又复诸比丘，凡人为法受沉自污，迷惑忧愁，没而无计，无见其不得无上吉祥之道。如淫女欲见男子色，是以好色之女，未染、未醉、未贪、未污、未惑、未辄、未住、未受、未视色故，常久驱走住来受苦耳。常欲闻男子之身，鼻欲闻其香，舌欲得其味，身欲更具细滑，是以长久驱走往来受苦。是故不当为是色、身、香、味、细滑所染惑也，当觉之事。佛说是以皆欢喜受行。解忧经结露：
尔时世尊告别除言，众生无数，轮回无边，如以循环，无有穷尽。众生贪爱无明障蔽，如陷泥中而不能出。过去有情，轮回祝福，数不能知。别除所有大地之土，都聚一处，何谓泥丸？大小如豆，数比众生无始劫来所生父母子孙，每一人下一泥丸，如是泥丸下尽，父母子孙数不能尽。别除如是无边轮回众生，贪爱无明颠倒，陷爱欲泥中，生死轮回不知其数。是故令汝学断轮回。五无反复经结录。我知夫妇譬如飞鸟，目栖高树，痛共止宿，须臾之间，即明早起，各自飞去，行求衣食，有缘则合，无缘则离。我知夫妇亦复如是去共静止，非我之力，随其本行，不能得留。佛明经结录。弟子等至心忏悔贪欲之罪。经中说言，但为贪欲必在痴欲，没生死合，莫之能出。众生为是五欲因缘，从习以来流转生死，一一众生一劫之中所积生骨，如王舍城皮覆罗山，所饮母乳如似海水，身所出血复过于此。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命中哭泣，所出目泪如似海水，是故说言，有爱则生，爱尽则灭，故知生死贪爱为本。所以经言，淫欲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，恶鬼受苦，若在畜生，则受割雀鸳鸯等身，若生人中，妻不贞良，得不随意眷属，淫欲既有如此恶业，是故弟子今日至心积赏皈依佛。观佛三昧海经结录。世间自有愚痴众生，贪过资多，染爱不尽，犯邪淫行，非处非实行不尽也。设有比丘、比丘尼、婆罗门等诸犯行者，若于非时非处犯不尽法，乃至一切犯邪行者，作不尽业，如此罪人临命终时，举身反强，正调不定，犹如弓弩，不自慎持，即作此念，得一间大铜铁柱者，覆此身体，令不动摇，玉足罗刹应时即至，化作状仆，手执铁杖，至罪人所白眼长者。汝今身强，余物皆弱，可捉此杖。心即欢喜气绝命中，如弄杖请身同柱头，猛火焰翅焚烧其身。今不下世，见铁床上有端正女，若是女人，见端正男，心生爱着，从铜柱上欲投鱼的，铜柱贯身，铁钢落颈，铁嘴猪虫霎时其躯落铁床上，男女俱十六根火起，有铁嘴虫从眼而入，从男女根出。若污戒者，别有九翼诸小虫背，如镖居虫，有十二嘴，嘴头出火霎时其体。此邪淫报，一日一夜，九百一生，九百一死，罪必乃出，生纠葛中。受纠葛身经五百世，复生龙中经五百生，后生人中无根，二根即不定根，黄门之身经五百世，设的为人，妻不贞良，子不慈孝，奴婢不顺。过世以后，
欲善知识，发菩提心。正法念处经结录，何者邪行？所谓有人起淫欲心，意念自欺，淫他妇女，彼人已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中，堕于恶处和大地狱，身无彼岸受苦恼处，受大苦恼，作极业力，受如是苦。所谓彼处受火烧苦，受刀割苦，受热灰苦，受诸病苦，如是彼岸，则不可得，无安慰者，如是所说，受诸苦恼，不可譬喻。如说受苦，彼地狱人自心所狂，如是受苦，如是无量百千年中，常被烧炙，若煮若打，乃至即作恶不善业，未坏未烂，业气未尽，于一切时已苦不止。若恶业尽，彼地狱处尔乃得脱。复有邪行，位于受戒正行妇女，行非犯行，或于姐妹，或于同性，或于香火，或香火妇，或知识妇，狂有邪行，彼人已是恶业因缘，身坏命中，堕于恶处，在彼地狱渣渣渣即别一终生，受大苦恼。如是无量百千岁，乃至恶业未坏未烂，业气未尽，于一切时已苦不止。若脱此苦，彼处复有金刚恶鼠，食其人根，纷纷破碎，如芥子许，受苦畅患，食人根已，次食其肠，即食肠已，次食熟脏，食熟脏已，从背而出，次食其背，即食背矣，次食背骨。彼恶业人，以恶业故，如是无量百千年岁，受地狱苦。女为恶根本，能施一切物，若人乐妇女，乐则不可得。一切法中恶，妇女多产妒，丈夫因妇女，能令二事失。妇女乐行欲，妇女常行狂，心中所念意，口说一言语。初时软滑语，后心如金刚，非恩非供养，心轻不易念。百恩而不念，而寄于一恶，心如鹿爱体，妇女恶业地。丈夫欲染心，妇女令人失，此事未来世，女失第一失。若欲受乐者，应当舍妇女，若舍妇女者，世间第一乐。若人欲断爱，希望大富乐，欲至寂静处，彼应舍妇女。欲为放逸人，心常求境界，常为爱所恼，亦为爱所缚。欲共女人身，女人为甚恶，能生于热恼，如火害众生。如是欲热恼，过于大猛火，如色大热恼，焚烧众生心。女人坏世间，令善皆净灭，是地狱因缘，大仙如是说。口善说美言，其心如毒害，狂诈无暂停，女人心无时。须臾起爱心，须臾心不爱，其心不暂停，如雷不久住。巧智虚狂人，心贪则清净，常思乐他人，怀慢情自态。天人皮舍遮，罗刹龙夜叉，皆为女色妇，女人如恶毒。不念于恩惠，非种性计数，女人性如风，其心不停息。若见大财富，心则生爱悦，又见衰祸至，厌之而舍弃。若有人清净，则生爱悦心，见其忧恼至，须臾即舍离。如风乐游滑，见尾速舍弃，女人亦如是，
不悦则舍离。恶心无慈悯，造扰心不定，未惑于痴人，女人出于世。天中大戏妇，无过于女色，女人覆诸天，将至三恶道。若心贪女色，是欲罪尤甚，女色欲烧心，后受大苦恼。现在所作业，贪欲自迷心，痴心不能绝，女欲之所迷。丈夫既信矣，为无量爱妇，忽然便舍离，犹如蛇脱皮。如是女人性，诸方便供养，种种而守护，犹不可从心。女人性如是，其心无诚实，虚狂多奸伪，智者所不信。女人多身恶鬼道中，何以故？女人之性，心多妒忌，丈夫未遂，便起妒意。以是因缘，女人多身恶鬼道中。如是妇人，狂夫吝财而故不施，身坏命中，堕于针口恶鬼之中。由其积其多造恶业，是故妇人多身恶鬼道中，何以故？女人贪欲，妒忌多故，不及丈夫。令人小心清心，不及丈夫，以是因缘，身恶鬼中，乃至极度恶业不失、不坏、不朽，于恶鬼中不能得脱，业尽得脱。法灭尽经结录。法欲灭时，女人精进，恒作功德，男子懈慢，不用法语，眼见沙门，如是粪土，无有信心。劫欲盖故，日月转短，人命转促，四十头白。男子盈溢，精进妖命，或寿六十，男子寿短，女人寿长，七八九十或至百岁。大水忽起，促至无期，世人不信，故未有常。众生杂类，不问豪贱，没逆浮标，于鳖食蛋。密言经结录。亦如多欲者，梦见于女人，颜貌甚端严，服完皆真起，种种自欢乐，觉以息皆无，一切诸世间，当知亦如是。男女相单爱，精血共和合，如重生臭泥，此终身一耳。八师经结录。佛言：三位邪淫，犯人妇女，或为夫主，边人所知，临时的殃，刀杖加刑；或为王法，收系者狱，酷毒略治，戮之都市。此入地狱，卧之铁床，或抱铜柱，遇鬼燃火以烧其身，地狱罪必，当更畜生。若复为人，归门淫乱，为佛远法，不轻嫌重，常怀恐怖，多为少安。无见事故，不敢邪淫，是无三师。佛时颂曰：淫为不尽行，迷惑失正道，精神魂魄迟，伤命而早夭，受罪玩痴荒，死复堕恶道。无用为事故，弃家乐临走。海龙王经结录。人不犯邪淫，得四明智，所叹之德何等四？摄护诸根，离诸吊系，一切事悉称叹，以离邪淫，无感轻捻其七事者，以是得本，志愿无上正真之道，得大鸾香马缨之藏。大萨遮弥甘子经结录。自欺不满足，好迎他人富，世人无惭愧，受苦无常乐。现世未来世，
受苦及打缚，舍身生地狱，受苦常无乐。优婆塞戒经揭露，于非时非处非女处女他父，若属自身是名邪淫，若属自身而作他想，属他之人而作自想，亦名邪淫。如是邪淫亦有轻重，从重烦恼则得重罪，从轻烦恼则得轻罪。大般涅槃经揭露，菩萨虽不与女人和合，然见男女随逐，便生贪着，即名毁破境界。众生五识虽非一念，然是有漏，复是耶道，增长诸漏为一切凡夫，取者于色乃至者时，以着色故，则生贪心，生贪心故，为色系缚，乃至为食之所系缚，以系缚故，则不得免于生老病死，忧悲大苦一切烦恼。又云，若有菩萨自言戒禁，虽复不与女人和合，言语潮调，听其音声，然见男子随逐女时，或见女人随逐男时，便生贪者。如是菩萨成就欲法，毁破境界，侮辱犯行，令戒杂秽，不得名为境界具足。一切女人皆是众恶之所住处，其女人者，淫欲难满。譬如大地，一切作丸令如芥子、如是等男，与一女人共为欲事，犹不能足。假如男子数如恒沙，与一女人共为欲事，亦复不足。云何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，欢爱别离苦。爱别离苦，能为一切众苦根本。如说偈言，因爱生忧，因爱生怖。若离于爱，何忧何怖？爱因缘故，则生忧苦；以忧苦故，则令众生生于衰老。爱别离苦，所谓命中善男子，以别离故，能生种种为系诸苦。般泥环经揭露，好邪淫者有五自防：一者名声不好，二者王法所及，三者怀味多疑，四者死入地狱，五者地狱最近受处身形，监狱所至，能自灭心。不邪淫者有五增福：一者多人称誉，二者不畏县官，三者生得安隐，四者此生天上，五者从历清净泥环道。是以当自幻厌。七佛灭罪经揭露，受持一戒有五善神侍卫：一名贞洁，二名无欲，三名净洁，四名无染，五名荡涤。戒得相经揭露，不淫色者，不犯他妻，所在化身莲花之中。楞严经揭露，三界轮回淫为本，人道助反爱为基。汝负我命，我还汝债，已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，已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缠缚。为杀道淫三味根本，已是因缘，业果相续。阿难，云何摄心？我名为戒。若诸世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淫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汝修三昧本出尘劳，淫心不除尘不可出。
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如不断银币落魔道，上品魔王，中品魔民，下品魔女，彼等诸魔亦有徒众，个个自未成无上道。我灭度后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，是甚世间广行贪淫，为善之事，令诸众生若爱见坑师菩提路。汝教世人修三摩地，先断心执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。第一决定清净明慧。是故阿难，若不断淫修禅定者，如真沙石遇其成饭，经百千劫指明热沙。何以故？此非饭本，沙石成故。汝以淫身求佛妙果，纵得妙无，皆是淫根，根本成淫，轮转三途必不能出。如来涅槃，何路修正？必使淫机身心俱断，断性亦无，于佛菩提思可希冀。如我此说名为佛说，不如此说即波旬说。是修行人，若不断淫及与杀生，出三界者，无有是处。当观淫欲，犹如毒蛇，如见怨贼。如宝莲香比丘尼，持菩萨戒，思行淫欲，妄言行淫，非杀，非偷，无有业报。法事语意，先于女根生大猛火，后于结节猛火烧燃，堕无间狱。淫习交接，发于香魔，炎魔不休，如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发动。如人以手自香魔处，暖香现前，二其香燃，故有铁床同住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形淫同名欲火，菩萨见欲如避火坑。禅要经结录：行者求道，欲修定时，尔时法师应随根相，行四摄道，是教利喜广尽性戒。尽性戒已，四除六欲，所谓色欲、形容欲、威仪欲、言声欲、气华欲、人香欲，者上五欲，令观可悟不净之香；者人香欲，令观古人纷纷断香。观彼全师能断二欲、威仪欲、言声欲，若观坏师悉断六欲。如长老摩诃目犍连的阿罗汉道，本复将从寂乐，甚自装饰，欲坏目莲。目莲耳时说寂言：汝生骨干力，皮除香缠果，不境内充满，无疑是好物。皮囊饮食尿，九孔常流出，如鬼魔所执，何足以自贵？汝身如行厕，薄皮以自覆，智者所弃远，如人舍厕去。若人知汝身如我所厌恶，一切皆远离，如人必使坑。汝身自言是，花香以璎珞，凡夫所贪爱，智者所不惑。汝是不净惧，及诸秽恶物，如庄严厕舍，愚者以为好。汝邪类者己，如船衣冻住，五藏在腹内，不净如使妾。汝身如粪舍，渔夫所保爱，是以诸璎珞，外好如画屏。若人欲染空，终时不可者，汝欲来扰我，如蛾自投火。一切诸欲毒，我今已灭尽，五欲已远离，魔网已坏裂。我心如虚空，一切魔所遮，正使天欲来，不能染我心。四十二章经结录。佛言：人怀爱欲不见道者，
譬如浊水以五彩投其中，智力缴之，众人共临水上，无能睹其影者。爱欲交错，心中着故不见道。汝等沙门，当舍爱欲，受欲垢尽，道可见矣。佛言：人随情欲，求于华名，声名显著，身已固矣。贪嗜长名而不学道，枉功劳行。譬如烧香，虽人闻香，香之尽矣。为身之火，而在其后。佛言：财色于人，人之不舍。譬如刀刃有蜜，不足一餐之美，小而视之，则有割舌之患。佛言：人弃于妻与舍宅，胜于牢狱。牢狱有散世之期，妻子无远离之念。情爱于色，岂但驱驰？虽有虎口之患，心存甘服，投泥自溺，故曰凡夫。透得此门，出成罗汉。佛言：爱欲莫胜于色，色之为欲，其大无外，赖有意义。若使二同，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矣。佛言：爱欲于人，犹如直具逆风而行，必有烧手之患。天神献玉女于佛，欲坏佛意。佛言：格囊众会，尔来贺位。去，吾不用。天神悦境，因问道义。佛为解说，即得须陀洹果。佛言：夫未道者，游牧在水，循流而行，不触两岸，不为人取，不为鬼神所遮，不为回流所住，亦不腐败，无保此木决定入海。学道之人，不为情欲所惑，不为众邪所扰，精进无畏，无保此人必得道矣。佛言：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慎勿与色会，色会即惑身。得阿罗汉矣，乃可信汝意。佛言：慎勿视女色，亦莫共言语。若与语者，正心思念，我为沙门，处于浊世，当如莲华，不为迷污。想其老者为母，长者如姐，少者如妹，智者如子。深度脱心，其灭恶念。佛言：夫未道者，如被干草，人来须避。道人见欲，必当远之。佛言：有人患淫不止，欲自断因。佛谓之曰：若断其因，不如断心。心如弓槽，弓槽若止，从者都袭。邪心不止，断因何益？佛谓说计，欲生于汝意，亦以思想生，二心各寂静，非色亦非行。佛言：此即是迦叶佛说。佛言：人从爱欲生忧，从忧生怖。若离于爱，何忧何怖？使人于避者，受与欲也。罪福报应经结录。喜迎他人负人者，死入地狱。男抱铜柱，女卧铁床。出生为人，堕鸡鸭中。大乘造像功德经结录。弥勒，一切女人有八种因缘，恒受女身。云何为八？一者爱好女身，二者贪着女欲，三者日常赞美女人容直，四者心不正直，腹脏所作，五者厌薄自夫，六者
念重他人。七者，知人有恩而以悖逆。八者，且伪装饰欲他迷恋。若能永断如是八事，而造佛像，乃至成佛，常作丈夫，更受女生无有是处。弥勒，有四种因缘，令诸男子受女人身，何等为四？一者，以女人身，轻笑唤佛及诸菩萨一切圣人；二者，于净持戒人，以诽谤心说言犯戒；三者，好行谄媚，狂惑于人；四者，见他甚己，心生嫉妒。若有丈夫行此四事，命中之后必受女身，复经无量诸恶道苦。若生发信心，毁先所作而造佛像，则其罪皆灭，必更不受女人之报。弥勒，有四种因缘，令诸男子受黄门身，何等为四？一者，残害他行乃至畜生；二者，于持戒沙门田笑谤毁；三者，情多贪欲，故心犯戒；四者，轻犯戒人，复劝他犯。若有男子先行此事，后起信心造佛形象，乃至成佛，不受私报，常作丈夫，诸根具足。弥勒，有四种业，能令丈夫受二行身，一切人中最为其下，何等为四？一者，于尊敬所而有真慧；二者，于男子身非处染者；三者，即于自己而行欲事；四者，炫卖女色而与他人。若有众生曾行此事，身自救则，毁先所犯，起敬信心，造佛形象，乃至成佛，不受此身。弥勒，复有四缘，令诸男子其心常生与人爱欲，乐他于己行丈夫事，何等为四？一者，或嫌或戏谤毁于人；二者，乐作女人衣服装饰；三者，于亲族女行淫秽事；四者，实无甚得妄受其礼。以此因缘，令诸丈夫起于如是别异烦恼。若毁先犯，更不造心，心生性乐，作佛形象，其罪寂灭，此心一息。分别善恶报应经结录。邪欲报有十种，何等为十？一欲心炽盛，二妻不贞良，三不善增长，四善法消灭，五男女纵逸，六资财逆散，七心多疑虑，八远离善友，九亲族不幸，十命中三途。受十善戒经结录。云何名不淫戒？不淫戒者，有五功德力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诸佛之所赞叹。不淫者，诸佛威仪，身香如佛。何等为五？一者，不动眼时，不视淫色；射箭色时，如箭粪虫，如刀入心，如火烧眼，心不起爱，无常所切，眼火横动，何爱之有？二者，不闻淫声，射闻淫声，不动耳时，悦可耳根。愚痴阴身，动毒蛇灵为爱种子，此名贼风。从耳根出，望见所起，如夜叉营，何爱之有？此是幻想，渔夫爱之鼓动诸根，是漏人身，从痴爱合，圣五欲流，深知是贼，不动耳时。三者，鼻根嗅香，当知是香从八风起，吃风鼓动，爱风吹来，
花等诸香从妄想生，颠倒恒有从鼻识起，恒言是香，或称美味，鼻识惊动，草木众花皆称是香。如来摄身，不嗅香臭，体解非真，不赞相处。四者，不动舌识，不说是力，不赞淫事，口中不说淫欲，触乐，不住狂惑痴焦污宅，亦不乐说可爱乐事，增长无明，五贼痴爱，是故诸佛不动舌识。五者，亦即不动，不起淫心，不念淫事，不想淫乐，不动淫根，淫识不转，如解脱心，住寂灭处，处常乐成，安稳无畏，随学佛心，住真如寂，一向入于十八大空，九种涅槃。佛及菩萨得五功德，身情清净，常生莲花，身净无垢，心意淡薄。是故诸佛说不淫戒最胜清净无上功德，具足五力，赞叹称美味解脱因，不可穷尽。淫味即众无所系缚，譬如老相逆五欲泥，普为一切诸罪根本。淫欲之罪，无经当说。汝等一心听，淫毒恶万行，没逆诸禅定，障蔽解脱道。善男子女等，欲求解脱道，远离三界狱，火坑五欲河，汤火寒冰山，解脱生死位，持心如诸佛，当持不淫戒。欲求长寿天，寿命无量劫，半天转轮王，富有七财宝，持心如诸佛，当持不淫戒。欲得见诸佛，闻法正道果，具足六神通，游诸十方国，持心如诸佛，当持不淫戒。淫有时过患，何等为时？一者，贪淫之人，虽生天上为天地事，受五欲乐，心如偷食狗，常醉不醒，没于五欲，始流河中。二者，贪淫之人，虽为人王，威力自在，作恩爱奴，被人所使，多的财宝，如火兽心，不知厌足，亡身丧国，死堕恶道。三者，贪淫之人，恒细数他六贼驱策，无常大象灭其背上，心如猿猴，不知重难，欲火焚烧，不食父母兄弟姐妹，犹如猪狗，更相贺丹，无复惭愧。四者，贪淫之人，常饮不尽女人浓血，于无量劫常触胞胎、身脏、手脏、子脏、诸虫以为衣服、煞女根，用为饮食。五者，贪淫之人，心如利刀，眼如火车，割截烧灭功德行藏。六者，贪淫之人，盗杀利众，燃劫使火，起贪欲心，意欲剥夺，犹如罗刹盗婆罗门众，不生惭愧，犹如幻人，但作妖降，说不尽事，盗杀门众，不知皈依，动诸情根，如焦灼草，欲染诸屎，围绕一根，六情火起，烧善种子，破灭先世犯行白业。举手动足，犹如利刀，眼如猛火，口如罗刹，遍体毛孔引火所食。七者，贪淫之人，造八种业，杀生，作杀生巨刀、剑、杖等，和合男女，作大妄语，饮酒歌颂，作淫境界，或复偷盗一切宝器，庄严重聚，为兴亡所使，眼根恶狗，偷蛋臭秽。八者，贪淫之人，为淫所使，心如大火，
亦如铁锯，直当陷堕，破灭犯行，必堕地狱。九者，贪淫之人身坏命中，如直被诛寝，必定当堕赤铜地狱。赤铜地狱纵广镇等七千由徐，如同花林，下有铁床，床上附有百千由徐热铜八棱柱，柱端有镜，镜中自然有诸女相，或坐男行，淫人爱念动诸情根，同时火起，铜花化为大热铁钉，铜柱变成沸铜锥汤，铁床火燃。女化为狗，男化为刀，驱促罪人受无量苦，但热铁丸吞饮阳铜，求死不得，经无量岁，寿命一劫。十者，贪淫之人不得见佛，如众云障，破犯行故，必定当堕阿鼻地狱。身满狱中，寿命一劫，左右婉转，复经一劫。十阎罗王呵责罪人，如乐淫欲，今受此苦，世事乐不？汝今复当百千万劫偿他人债，终不可尽。地狱命中，身纠葛中，受龙蛇身，污犯行故，百生千生不见于佛，不闻于法，终不得道。尔时世尊以偈颂曰：淫欲不断绝，相续生众生，无名为根本，老死刀所切，横受毒蛇鳞，血肾囊不尽，如粪虫乐屎，贪淫者亦然。九孔流欲火，恩爱如毒刺，颠倒妄见起，患祸故深爱。一切女色华，如树生黄花，颠倒风所吹，尾花未重聚。女人如王平，提提浓血流，贫闷复零漏，不尽淫于外。眼见不尽之，如偷狗贪淫，当自灭诸爱，一心观不尽。浮隐于甘露，助大涅槃尘。佛告舍利弗：若有持心，持身不造淫欲，持眼不视淫色，持耳不听淫声，持鼻不嗅淫香，持舌不触淫舌，如此名为具足智慧，行八正路。不淫尽身心，欲如莲花不着尘垢，尘须陀环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罗汉道、辟支佛道、无上大道，皆从不淫清净故得。月灯三昧经结录：贪爱淫欲甚彼会，能生苦恼丧天趣。习欲之人离多闻，名为损减智慧者。单者爱欲为盲人，便能伤害于父母。亦复能害持戒者，是故应当弃舍欲。宝云经结录：菩萨如是增长素世修集善业因缘，常作是念：苦哉世间，痛哉世间，无安利哉一切世间，久遭重病，痴暗无明，何以故？欲因缘故。是故我今不当于如是等困厄世间，求受苦欲。夫淫欲者，为是妄想颠倒而已，于三苦中六生乐想。是故如来处处经中种种因缘，据说淫欲多诸过失，殊可幻厌。所谓淫欲，如炙肉肉巨桥，如是刀刃贪味尾蛇，如毒蛇头具四种毒，如猪在侧臭秽不净，如彼吃狗而啮枯骨，其口出血，谓之为乐，亦如猕猴黏着吃胶。是故菩萨当生厌离，剔除虚法，而被法服，
于正法中无法出家，往无家的，而目精进，未得令的，未正令正，未智令智。出要经结露，迎之为病，受殃无量，以为积大，见智稍深，自陷于道义及他人，不至就近，犹自引毒，复引他人，是故说淫不可纵。断爱除其欲，结合无留障，能明此爱本，是谓明苦计。断爱除其欲者，爱之为病重患之本，以拔爱本之业不资，于中自拔，永断无余，欲本自灭，更不复生。由爱生欲流，犹如使河飘溺身内一千万众，丧其命根，不得全济。和解之后，众生往来无形伤害，是故说曰：断爱除其欲，结合无留照也，能明此爱本，是谓明苦计者。爱为行直，欲为之业，痴为论经。若彼学人思维妙观，能断此者，超越苦计，是故说曰：能明此爱本，是谓明苦计也。能觉知是者，爱苦共生有，无欲无有相，比丘专念度。爱者重病之首，犹如尘波，聚集人民，平的自护。云何爱重病之首？如佛所说，迷离受苦，其数无量，皆由爱所造。凡在地狱受诸苦恼，皆由爱病。诸杀生者，亦由爱智，不与取，淫逸妄语，时不善行，亦复如是，皆由爱心造思诸恶。欲我之汝本，亦以思想生。我不思想汝，则汝而不有。佛告比丘：引火炽盛，便能燃烧诸善之本；淫荒之事，不识善恶，亦复不别清白之行，不知复解出要之道。如斯被人遂无惭愧，名丧亲族分受刑辱，不却淫性以为其志。或因淫欲杀害父母兄弟姐妹，私受其殃；或因淫逸罪及忤逆，亡者所戮，死受恶报。有言我行谤树为桥，既罪自身，复及宗亲。人由淫欲为佛慢法，谤毁甚众，为诸圣贤之所嗤笑。孝子经结录：自会七句，或至女色，荒迷于欲，腰骨姿态奇变万端。薄智之夫，浅见之士，轻其如此，不觉为见，遂回至眉身，从彼拔媚邪巧之乱。或为轻杀君，吝啬情荡，愤极怠慢，散心盲民等行禽兽。自古世来，无不由之杀生灭宗，是以杀门独而不双，清洁其志以道事物。奉此名戒，为君即保四海，为臣即忠。以人养民，即父法民，子孝父慈，师信父真。优婆塞，优婆夷执行如是，世世逢佛，见法得道。大乘日子王所问经结录：追求这欲人，遂罪何曾乐？下列妄追寻，云何得安乐？非真丈夫业，自作不知非，无耻若驼驴，不堪即秽恶。斯人少智慧，不悟罪根深，奔进向女人，如狗便粪秽。臭秽不可乐，愚痴所爱执，不知淫欲过，如盲不见色。愚人贪爱味，愚美起缠缚，何意侧中重，
宁知是不净。智者的解脱，与色不可染，见彼身颈部，弃舍如坏失。淫欲臭秽根不净，过后常增业苦身。聪慧法师喝欲染，当生父母亦无益。譬如广大不净坑，满肾粪壤多臭秽。亦四种兼膨胀湿，淫欲之人亦如是。复似蝇虫扎疮肿，驴马奔眠粪秽中。猪狗食蛋臭鱼等，单爱女人亦如是。破坏善民间德行，横行毁尽具无残。不生天道堕阿鼻，是故法师喝爱欲。如人误饮恶毒药，迷乱猖狂便体疼。不觉无常毒所中，单欲之人亦如是。乐着美味便真传，爱听歌音恋色声。家事不思多忘失，唯作轮回及苦因。贪着淫欲常称赞，不了于迷粪待生。昼夜横行下劣行，薄福省轮于恶趣。赞美淫欲行非行，多饶甜秽常于吃。佛与菩萨众，缘觉及声闻，悉皆离女色，愚者不能知。普被摩罗降，离女色染污，能得生安乐，究密得解脱。无智诸众生，爱欲无远离，作罪业无边，堕落三恶道。无底欲火坑，猛焰炽不灭，有智乐解脱，不为女色染。梵网经结录：若佛子发十大愿已，十佛境界，作是愿言，宁以此身头炽燃猛火，大坑刀山，终不毁犯三世诸佛经律，与一切女人作不进行。复作是愿，宁以百千热铁刀谋，挑其两目，终不以此破戒之心，视他好色。大威德陀罗尼经结录：佛告阿难，然其妇人多有烦恼，可厌可恶，不喜观察，不喜睹见。妇人多欲，常不知足，以爱欲故，得富裕的，更富裕的，欲欲不止，常求常觅，无知厌足。阿难，其妇女五躯重复，而丈夫无此。复赐妇人五躯重复，在阴道中，其一亦重复，有八十重，两头有口，悉如针锋，彼之躯重，常恼彼女儿食啖之，令其动作。动以复行，以彼令动，是故名恼。其妇女人此不共法，以业果报，求欲方便，发起欲行，贪着丈夫，不知厌足。其妇女人若见丈夫即作美言，瞻视熟视，是以复视，瞻仰观察意念欲视，面看邪视，欲取他面，使贤下沉，念作亲子，以欲心故，而上汗流。若安坐时即不欲起，若复立时复不欲坐，木之化的摇弄两手，或行三步至第四步，左右瞻看，或在门夹平身出席，微移屈屈，左手举一，右手拍壁，又一指爪而刮齿牙，草枝踢齿，手搔脑后，宣漏脚尽，污他而口，平行而绝，即是诸方。阿难，如是等相智者当知，妇女之人欲事已发，厌离弃舍，所以者何？勿令于我流转生死，大暗中住。圆觉经结录：
若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、胎生、化生、湿生，因淫欲而正性命，当知轮回爱为根本，犹有诸欲助发爱性，是故能令生死相续。欲因爱生，命因欲有，众生爱命还依欲本，爱欲为因，爱命为果，由于欲尽起诸为顺，尽被爱心而生增疾，造种种业。是故众生欲脱生死免诸轮回，先断贪欲及除爱可。善男子，菩萨变化是现世间，非爱为本，但以慈悲令彼舍爱假诸贪欲而入生死。若诸末世一切众生能舍诸欲及除增爱，永断轮回，请求如来圆觉境界，于清净心使得开悟。法句经结录：习世尊在指缘经舍有四比丘，共论世间何者最苦。一言淫欲，二目饥渴，一言田秽，一言金布，共证不止。佛言：汝等所论，未究苦矣。天下之苦，莫过有生、饥渴、田秽、色欲、怨仇，皆因有生。生者，众苦之本，祸患之源。附录一论书法语。大智度论结录：言菩提人以三因缘胜诸天及欲单约人，一者能断淫欲，二者强食念力，三者能精勤勇猛。淫欲为诸劫之本。佛言：您以利刀割截身体，不与女人共会，刀截虽苦，不堕恶趣。淫欲因缘于无量劫数受地狱苦，人受五欲尚不生犯事，何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于五欲中处位第一，能系人心，如人堕在深泥，难可拯济。以是故诸天方便令菩萨远离淫欲。复次，若受于欲犹不失智慧，淫欲会时身心荒迷，魔所审觉，生者自没。以是故诸天令菩萨离之。若淫欲者，譬如娇妻，难可得离，所以者何？身受欲乐，淫欲根深，是故出家法中淫戒再出，又亦未重。菩萨观欲种种不尽，放诸衰中女衰最重，刀火雷电霹雳怨家毒蛇之属，犹可暂尽。女人千度，田产妖秽斗争贪疾，不可清净。女人香者，若得静呆，则令夫心高；若静呆情舍，则令夫心不。女人如是，恒以烦恼忧不与人，云何可尽？十住毗婆沙论结录：以七种淫欲名戒不尽。一者，虽断淫欲，而以染心受女人洗浴按摩；二者，以染心闻女人香，共与戏笑；三者，以染心目共相视；四者，虽有障碍，以染心闻女人音声；五者，先供女人语笑，后虽相离意念不舍；六者，自现耳所识断淫欲，然后当作；七者，其身天上受天女乐及后生富乐，是故断淫欲是名不净。离此七事，名戒清净。离邪淫善行，有二重果报：一者，欺负真良；二者，不为外人所坏。邪淫不善行，有二重果报：一者，
得丑恶欺负，又不真良，二者为他所坏。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结录，有阿罗汉以天眼测视，见女人堕地狱中者甚多，便问佛何以故。佛言用四因缘故。一者贪真宝物，一被欲的多故；二者相嫉妒；三者多口舌；四者坐姿态愚多。以是故堕地狱中多耳。诸经要集结录。夫在家俗女会读多过，佛说邪产甚于男子，或假涂面首，雕饰姿装，或绮罗花服，狂诱渔夫，或娇弄唇口，邪捻歌笑，或姿搓吟咏，胆识转变，或出胸露手，掩面葬头，或缓步徐行，摇身弄影，或开眼闭目，乍悲乍喜，幻惑渔夫，令心望着，如是妖尾，促难数尽，凡夫迷醉，皆为所惑。譬如奸贼种种多诈，亦如画屏处分狂人，亦如高罗群鸟落之，亦如密网众鱼投之，亦如暗盲者现之，亦如飞蛾见火投之，亦如苍蝇贪乐臭尸。近则失国破家，处则如把毒蛇，外言如蜜，内心如鸠，家贫困苦皆由女人，出外丧身亦由女人，世家不和亦由女人，男女反逆亦由女人，兄弟离散亦由女人，宗亲疏琐亦由女人，堕落恶道亦由女人，不生人天亦由女人，障善业道亦由女人，不入圣果亦由女人，如是过患，不可具论。众生如是，甚未可怖，常为欲火所烧，而不能离，至受殃苦，而来不绝也。书云众迷称，难养小人与女子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也。是以经言，妖也女人，有八十四态。大态有八，为人所恶，一者嫉妒，二者妄田，三者骂力，四者咒诅，五者镇压，六者悭贪，七者好事，八者含毒。是谓八大态。是故女人多诸妖媚，愿舍产邪，以求正法，早得出家，自立立人。舍有三事害人，有见而害人，有触而害人，有灭而害人。女人亦有三害，若见女人，心发欲香，灭人善法；若触女人，身犯中罪，灭人善法；若共交会，身犯重罪，灭人善法。复有七害。一者，若为毒蛇所害，害此一生；若为女人所害，害无数生。二者，若为毒蛇所害，害报的无计生；若为女人所害，害善法生。三者，若为毒蛇所害，害五十生；若为女人所害，害六十生。四者，若为毒蛇所害，得入轻重；若为女人所害，不与僧同。五者，若为毒蛇所害，得生天上人中，直欲贤圣；若为女人所害，入三恶道。六者，若为毒蛇所害，故得四沙门果；若为女人所害，于八正道魔所成矣。七者，若为毒蛇所害，人则慈念而救护之；若为女人所害，众共弃舍，无心喜乐。以是因缘故，宁以身分内毒蛇口中，终不以此而触女人。法愿诸灵结录。
如佛说邪淫有十罪，一者肠胃所淫夫主欲为害之，二者夫妇不睦常共斗争，三者诸不善法日日增长，于诸善法日日损减，四者不守护身，妻子孤寡，五者财产日耗，六者有诸恶事常为人所疑，七者亲属之事所不爱惜，八者众怨家业因缘，九者身坏命终死入地狱，十者若出未女，多人共一夫，若为男子妇不贞洁，除己妻外，余之男女鬼神畜生可得行淫者，七是邪行，虽是自欺不犯，然须避于非处。为自欺非道，非交合之道，即得生怀孕，以亦须禁之，恐伤胎不产生子，三年内亦须必慎，为防乳结。静心戒观法结录。女人十恶者，据说难穷，今略言之，令生厌离。一者贪淫无量无厌。今云十方国土有女人处，即有地狱。二者嫉妒心如毒蛇，家有妇类，牺牲增垢，口似相亲，心如冤假。三者产躯诈亲，凡见人时未语先笑，口云意念，心怀嫌恨。四者放逸，但念彩衣装粉拆串，修至面目望他爱念。五者口多恶业，出言虚狂，实情难得，凡所论说虚多实少。六者厌被夫主。七者一切女人多怀产躯，实情难得。八者贪财不顾恩义。九者欲火烧心。十者女身臭恶，不尽长流，春夏热时虫血杂下。是名女人十种恶业，能观能远，名为静心。记曰：四百四种病，素食未根本；三途八难苦，女人未根本；生死无数劫，贪爱未根本；贤圣解脱乐，离欲未根本；四蛇成身界，颠倒想未心；浓血变九窍，竟想起贪淫；顺情称快乐，不幸堕刀林；报身诸狗道，由钱贪爱生；一切女人性，少食多产躯；不念臭秽身，坐卧思食欲；邪视他男子，情喜相逼处；百千万一劫，毕竟不满足。附录二：大德语录。子伯尊者，其男子须割爱，爱不割，则堕软软魔网矣。印光大师，若当临命终时，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以此至诚念佛之心，必定感佛大发慈悲，轻垂接引。大家轮班助念佛号时，若见悲痛哭泣，则情爱心生，佛念便息矣。随情爱心去，以致生生世世不得解脱，欲生西方，万无有益也。一念一生，诸念皆起，邪缘未凑，生幻妄心，勾引无忌，生机械心，少有阻碍，生甜恨心，欲情颠倒，生贪着心，陷人之友，生妒毒心，夺人之爱，生杀害心，种种恶业从此而起。故曰：万恶淫未首，今欲断除此病，
当自起念，使截断病根。凡人不必常净女色，只此独居时辗转一念，遂足丧其身而有余。虚云老和尚。楞严易经由阿难发起做我们的模范，全经着重说一淫字，由这淫字说出很多文章来。圆觉经说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犹有种种恩爱贪欲，故有轮回。若诸世界一切种性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皆因淫欲而正性命。当知轮回，爱为根本，所以说三界轮回淫为本，六道往还爱为基。来果禅师，要知身为淫本，防淫如防火，防爱如防贼。火不防继承灰烬，贼不防息为贼友。无始劫来攀情扯爱，极恶深交，致使改头换面，不知凡己，直到今天再随情欲转去，辜负佛祖父母师长，何脸见人。宝镜大师，古今多少英雄汉，谁不于此茫茫欲海中，为恩爱奴，作色情魔。所谓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，恩爱绸缪，况结相缠，吾有乐其悲夫。色欲之害人，实甚于猛兽横流，无柴凡夫应当猛醒而讨噬之。是无无因之果，果必有因，如桃树由桃核而来，现在生死由贪欲而生，无人最初受生，一山一念爱心而来，那想未开，留爱成种。无人来世如何，不必问他人，问自心便知。吾等现虚看破一切，断去贪欲，切不可被其所迷，于无量劫中为恩爱奴。慈州大师，杀我、盗我、骗我者，作随缘消旧业想，唯有淫是不能作随缘消旧业想的，这个业是不能随缘消业的。别的戒字不犯，他犯只是片面的。淫戒，我淫他，他也淫我，双方犯戒，这个因果无有了其定规，要从此一刀两断，绝对不淫才好。楞严经云，汝爱我心，我怜汝色，已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缠缚。假如学佛法不化清道路，就不能乐生脱死。望大家念念之间，念兹在兹，将生死斩断两堪，精进勇猛的修行。广清老和尚，如果情执不断，嘴里念佛，念念还是堕娑婆。如果恳切至诚放下万缘，那么一念之间便能到西方。万缘牵扯，割舍不下，那么百年万年还是在三界内。我们这里能看到十方人，形形色色，双双对对。年轻出家众，爱情惜别之念较重，看到情侣时，若被环境所转，对他们生起羡慕之心，则是没有道心。若认为他们这样下去会堕落的，才是有道心。爱情惜别，千万劫也是在轮回，这些也是为这些在轮回。妙莲长老，六道众生都在生死轮回中，不知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。一般人只知是从妈妈肚牵来，不错，是从妈妈的肚子来，但为什么人会到妈妈肚子呢？
因为有情欲，颠倒相，亦有了颠倒相，霎时昏蒙就尽直投胎了。什么是颠倒相呢？颠倒相就是欲念，人就是从动一念而来，也就是中阴身来投胎时有此欲念。因为有情有爱，有爱就尽生因，有生必有死，生死是各大苦趣呀。你想断绝苦，就要斩情断爱，千万不可再有颠倒想。要想了生死，不受凡夫之苦就不要生，不生才不灭，那就决定要断淫欲，断淫欲才是走出世之道。所谓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我们修行一定要出离三界。如果守五戒不邪淫，只可保人生，一定要不淫才能真正了生脱死，出离三界。说到愿生西方，念佛的人谁不愿住生呢？可是这里头还有个重要的问题，愿有两种意义，一是心求，要欢喜生西方，二是厌离，要厌离这个世界，要厌离他那。什么情情爱爱的，那都是魔，杀你法身慧命的魔，你还当他是怎样的好，舍不得，说什么我们要白头偕老，长相厮守，死在一起。世间这一切不厌离，怎能生西方去？所以重在要厌离，那生西方就决定成就了。当有人拉你，你作恶或找你，你麻烦时没有关系，只要念句阿弥陀佛就没事。但怕的就是人家对你，你好就情情爱爱的沉迷下去。我们凡夫一定要突破情感这一关，此关若不破，生死难了呀。对于男女间的情爱，当用金刚利剑来斩，要斩情绝爱，不可剪断丝连，只要有一丝情爱在，就会被束缚住。是谁缚你？是你，你自己呀。附录三，警示诸鸡。鱼吞饵，蚕作茧，蛆逐粪，蛾扑火。的人断欲，须具智勇。得生情淡，灭众欲炽，爱装未拔，情懒犹牢。毫厘细念，三途夜莺，偏耳情深，万劫积锁。淫欲不断，万劫沉沦，念头方动，天路的甜。男女之体本是隔囊，满肾恶露，只因薄皮所缚，瞒尽天下英雄。情之同处即为性，舍情则性不可见。己之情欲不可纵，当用逆之之法以制之，其道只在一忍字。人之情欲不可服，当用顺之之法以调之，其道只在一数字。耳目见闻为外贼，情欲亦是为内贼，只是主人公心心不昧，独坐中堂，贼便化为佳人矣。饱后思昧，则浓淡之境都消；色后思淫，则男女之见尽绝。故人当以事后之悔悟，破临世之痴迷，则性定而动无不正。天下有极惨极烈至大至深之祸，动辄丧身殒命，而人多乐于从事，以身殉之，虽死不悔者，其为淫欲乎？色欲火炽，而一念即病时，便心似寒灰。名利已干，而一想到死地，便味如举蜡。
故人常忧死虑病，亦可消患厌而常道心。贪欲之人，无有厌足，求于欲尽，忧苦艰难。的以守护，产妇倍增，死堕地狱，受大巨苦。求禁欲者，常于如是色欲怨家，不应相念，况清净之。人生过屈福尽，皆念想造成。故世事云：贪欲炽燃，即是火坑；贪爱成溺，便为苦海。一念清净，烈焰成池；一念惊觉，船登彼岸。念头稍异，境界顿殊，可不胜哉？神聚才断，水滴石穿，学道者需要母所。水到渠成，花熟蒂落，得道者一任天机。大火烧人，是犹可敬；清风无形，是亦可捉；猿蛇含毒，犹亦可触。女人之心，不可得时。